安娜，你拿一件工装白衬衫来我办公室，尽快啊！你这是不是得出门去烧个香啊？什么倒霉事你都碰得上。子轩在吗？嗯，在里边。哎，子，不好意思。谁呀？不敲门就进来？我跟你说过了呀，我那发小江夏。他就是江夏。嗯，他不是出国了吗？这不回来了吗？怎么，你认识他？当然了，咖啡店撞到的那个就是他。真的假的呀？真的。走了。这么着急啊？着急面试。还说去面试。简历都忘带了。听说某人在楼下把人撞了，我又不是故意的。他是你朋友啊？怎么走了？他是我最好的兄弟，叫陆明。我认识一个画家，也叫陆明，画的特别好。不会那么巧吧？他确实是我们学校美术系的，但是有很久都没有画过画了呀。他简历刚好落这儿了，要不你看看是不是一个人？